OK， 好，大家帮我作证哦，我们问了很多次哦。那我们最后给大家来拍拍照，我们都先看中间，来往中间看，来，一个爱心。今天公益活动，就是热线警察非常的有爱心，十分有爱心。来，来往中间看，一个爱心。中间，那我们看左边，往左边看，服务一下左边的粉丝们。写真桌椅署名会就开始，那我们活动尾声最后是不是也给我们最善良的乐天品牌跟今天辛苦自己一个最大的掌声，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那你要大家回家都要小心哦，注意身体哦，开车小心，拜拜各位，谢谢，拜拜拜。那领导的签署会我们十分钟后开始，一样在这个地方哦，谢谢。